哇塞，我刚刚沿着这个大斜坡他们往上走，看着好像不陡，其实非常的陡。这我感觉能有40度角吧，这坡非常累。我穿着凉鞋，然后为什么走这条道呢？因为从那边给绕，太累了，直接就干这大斜坡上来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上面的人，我还给他往上走一段。